嘉义县全家新房震动大体检推动两档，今年是再度得到省心社团关键十座的设备。十二号透早就是安大楼来举办的两周年成果发表会及新房震动仪器关键记者会。嘉义县长翁章梁、台中营总院长陈锡安和阿里山呼伦社的贵宾亲自来到现场，共同见证成果发表。县长翁章梁也代表接受关键，同时回送感谢状。改观109年，携手台北营总、嘉营、长庚等等医疗团队，也提供设备启动专家新房震动体检全面做会方中方的计划，满两周年受惠民众26,961人，也救出418位疫情转诊就医的治疗。有效降低患者五年来60%中风、39%失智、30%死亡率，以及其他心脏疾病发生率。心房颤动的检测啊，那嘉义县已经做了2年。那实际上很多人心房颤动，那不晓得自己有心房颤动方面的问题。那心房颤动会有什么危险？它有中风的危险，也有失智，进而有可能有死亡的危险。所以嘉义县做了2年多，那一共检测出来418位有心房颤动的问题。那心房颤动实际上很多是没有症状，所以如果说能够让医生那事后再去做一些诊疗的话，就可以降低刚刚我讲到的所有的风险。那因为这是一个2年的实验计划，那过去的很多仪器是用租借的哦，那现在2年已经结束了，那嘉义县如果要继续做，那必须要有仪器。那我们谢谢那福伦社的所有的这些好朋友，那他们啊看到了这个问题，那这是监助我们心房颤动相关的一些机器，那让嘉义县的卫生局可以在护儿室筛检的时候继续的去检测啊有关于心房颤动方面的问题，那我想这个就可以救到很多的人命，所以在这边谢谢所有的好朋友。国际福伦社本着这个服务社会的一个理念，好，一直在做这个服务社会的事情，好，那这次的心房颤动检测仪，好，我们阿里山福伦社结合我们嘉义福伦社，然后南区福伦社、皇家福伦社以及台北城西福伦社，再搭配国际合作伙伴韩国的捐居 West 福伦社，一起来做这个捐赠案。那我们总共捐赠了10台的心房颤动检测仪给嘉义县卫生局。卫生局表示，中风预防是心房颤动病患真重要的课题，透过普遍体检心房颤动，将潜在无症状的患者找出来，并适当予伊口服抗凝血药物，调整生活作息，就用预防中风的发生。最新新闻蔡明东，台湾采访报道。在家吃喝玩乐，探索世界，您准备好了吗？旺 TV YouTube 频道带您网络漫游，深入嘉义，最在地的美食，最及时的新闻，最感动人心的故事，只要滑动手指，全部完整呈现。现在订阅还有机会参加我们的抽奖小活动哦，马上拿起手机扫 QR Code 一起加入我们吧。